清香姐，比一号龙珠还要大的发光龙珠，想不想要啊？原来是大壮来了呀！还有这满满的压岁钱，想不想要啊？哟、哦，大壮，你竟然是想上天呀？我就不上天，我脚踏实地来消费呀！给我来高乐高一整盒的瑞士糖和一整桶的泡泡糖。你呀，赚钱好比验血泥，花钱就像和决堤。谁说我不会省钱的？你看，这是我在拼多多零食积福利用1块钱抢到的整箱八盒海底捞自热火锅，这么好，平时一盒就要30多，现在1块钱抢整箱，配料还这么大块，性价比也太高了吧！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，直接抢。对了，今天新进的娃娃机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哇，好漂亮的娃娃机，我都喜欢你，我就要这个盒子。这些钱够了吧？大壮啊，你这是买椟还珠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在说我傻乎乎？不是的，天冷了，你快回家吧。哼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词。你们说静香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壮来了，2毛1次，抽吧，还有全新的动动乐呢，想不想来两把？我就2毛了，能不能玩动动乐就看你的了。中中中中，哇，清香姐，我中了2块，快给我兑奖。来，我看看，还真是给你，有钱了，正好给我来4次动动乐吧。点兵点将，奶水糖、红王干，哇，是海绵宝宝，喜欢吗？姐特意为你们男孩子准备的。这个早过时啦，你看，这是崽子装扮，不仅捏脸自由，还可以换各种好看的衣服呢。这有点意思啊。那当然，你看这个 CGV 地图，还能跟朋友体验言语周刊电影。对了，你快看看最后一个洞里有啥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哇，是光头强。糟糕，哎，有了。别慌，只是灯泡坏了，亏你还叫大壮，胆子这么小。吓我一跳。咦，光头强怎么变成廉价游戏机了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奇怪，有人喊我吗？是我呀，金香姐，来个动动乐。大壮来了，全新的动动乐呢，5毛1次，抽吧。点点戳戳蛋，哇，是猪猪侠，再来一次，抽吧，中中中！哇，金香姐，15块呢！今日份动动乐小目标达成。哎呦，我干脆把这店送你得了，还有点啥？再来个大惊喜吧！好嘞，早给你准备好了，来吧！中中中中！哇，5块！今日份大惊喜小目标达成，加上之前的5块，一共8块。我的神呐！亏大发了，给我来个黄桃罐头，还有龙卷风、健力宝。来，你的东西，先喝一口。感谢你每日水分补给达成。哎，大壮，你这大壮成天抽到大龙珠，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我把大脚搭藏起来。这样他要是玩龙珠，我就跟他说大球都被人抽完了，就藏这里边吧。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。静香姐，抽个龙珠。哎，大球呢？你也看到了，没大球了都。要不你玩手指小鸡吧，5毛1次发射机会，打中你货架上哪个送哪个是吧？对，那你要玩几次？3次吧。好嘞，来咯。你可真准啊，这么多请全班同学吃都够了，再来。天哪，
亏大发了，算你狠。哎呀，这一看就很廉价的游戏机。继续。哎呦，这啥呀？这是我新买的鞋子。啊，这双我知道，经常在货呢。你是怎么买到的？我是在得物上买的，这双才300出头。不会吧，那100呢？你们谁看到我那100去哪儿了？这动画片真有意思，可惜啊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。静香姐，有没有1毛钱的零食啊？是大壮啊，现在1毛只够买这一个糖果了。啊，这也太小了吧，什么都买不起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是还没吃饭吧？因为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，忘了给我钱买饭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对了，之前你不是抽了很多龙珠吗？小龙珠啊，可以换这份小辣条；大龙珠啊，可以换这份零食大礼包。我大龙珠都送给弟弟妹妹了，就剩个啊！哦，大壮，你掉啥了呀？我掉了个龙珠，好像滚到你脚下了。我看看，真的有，但这里有两个。你要的是这个大龙珠，还是这个小龙珠呢？是那个小的。龙珠给你，我就拿这个小辣条吧。哎，等等。拿这些吧。为什么呀，为什么呀，我明明只是个小龙珠。就因为你是个诚实的孩子。天冷了，给你泡碗面吧，带着吧。啊，真暖和，谢谢静香姐。这1、2、3、4、5上山打老虎。孩子们快开学了，今天再做个新的东农乐，这次多放点好东西。两包零食先放在大格子里垫个底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大龙珠给它放上面，还有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分别给它放在格子里，还有大壮心心念念的游戏机。哦，放不下，算了，写个纸条吧。这游戏机也就几块钱，不算什么大奖，随便找个角落给它放进去。孩子们还喜欢 QQ 糖，1包、2包，再放点小零食，星月杯、猴王丹、嘴巴香，还有三妞和闪电爽。接着用这些小糖果把空都填上，最后啊再放张10块。就静香姐。咦，谁呀？有人喊我吗？奇怪，是我呀。我脚痒痒，挠一下。大壮来了呀，整天神出鬼没的，今天要点啥？那就先来个扭蛋吧。好嘞，5毛1次，来吧。中中中。5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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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啊。这么好运啊，来给你。还玩点啥？有钱了，那来5次动动乐吧。好嘞，也是5毛1次啊。哇，全新的呢，提神赐予我好运吧。1、2、3、4，先看第一个洞。哇，好多黄皮老鼠呢。惊喜吗？这些可是你们男孩子最喜欢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在玩这个？你看这个趣味萌宠，能把你喜欢的人物养在手机桌面和软件里，人物超多，玩法丰富，能聊天，会卖萌。这么好啊，回头我也下个试试。哦，对了，你快看看其他洞里还有些啥。